喂，你好，这里是蟹黄律师楼，请问你是林胜发先生吗？是啊，什么事？林先生，根据黄雅珍女士的供词，你们在1997年成婚，两年后在1999年，你们的儿子林伟翔出世。在2000年，你被公司裁退，在你失业的半年内，你们夫妻俩的感情变得恶劣。在2002年，我的客户办理申请离婚手续，在2004年，他多次写信给你，要求你把儿子林伟翔的抚养权交给他，可是你却没有回信。他也尝试多次打长途电话给你，你却多次回避，不接他的电话。我为什么要接他电话？啊！不要这个家的人是他，林先生，请你冷静点，这里是律师楼，不是菜市场。今天我是诚心诚意来找你的，我知道这家庭的破裂，我是要负一部分责任，所以今天我要做出弥补，尤其是对伟强的过失。谢律师他已经看过了财务目录了，他很肯定法官一定把伟强的抚养权交给我，可是我是希望我们能避免上法庭对峙。我知道你很疼伟强，你要他好，你就让伟强和我回澳洲一起住，那里有很好的学校，每逢学校假期他会回来新加坡跟你住上几个月，你觉得怎么样？糖可以分一半，儿子不可以。